哎，掌声不够啦，所以他就不开了啊！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啊！整个夏天花都是烦了，还好有你替我止渴，你有多快乐我就多快乐。当这夜晚星星收到了，还好有你听我唱歌，你听到累了世界才快乐。告诉我你到底有什么独特，来介绍一下，这里是 A爸，大家知道吗？没有走错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。好，那大家知道我是谁吗？要我介绍吗？要。我的抬头很吓人哦。我是人生情歌手，人说啦，人生情歌手江明娟。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很吓人啊？哦，对对对，我自己都吓到了。好了，非常开心，哎，我很难得唱礼拜五，哎，是不是？是啊，对不对？超级难得，我自己都觉得，哎，怎么刚好在礼拜五这么开心的日子哈？刚刚呢，我唱了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其实我唱歌这几次唱歌都有主题，那后来真的主题用到光了，甚至没有办法。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我到底要唱什么歌？其实呢，后来想一想，我这首哎这一周的主题是。其实每个人听歌都一定有喜怒哀乐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安排了喜怒哀乐，对不对？刚刚是快乐，哎，刚刚是喜吗？大家不觉得很开心吗？哦，但我觉得你们的反应让我超级不开心的。你们是不是比较喜欢哀呀？还是最近有什么不好的事情？你们要声援香港之类的吗？大家都不太开心哈。好了，接下来没关系，不开心我们继续来个一点开心一点的。好了，刚刚一首是喜吗？
接下来还是，其实呢，运动是非常开心的，好像硬转哈、哦。好，那我唱歌好了啦，大家也这样。好，你吃饭，你慢慢喝哈、哦。我现在唱这首歌，一起去跑步，一起一起。有
戏去跑步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好，谁点的？好了，这应该哦，好了，好。其实呢，大家一定觉得，哎，这是我第一次表演戴帽子，是因为等等白头发变多了，头发变长了，现在抓不起来。对，我懒惰一点。哦，我今天约我的设计师，结果他跟我说他好忙哦，没办法，所以我就哎，这样应该还好嘛，哈、哦。啊，对对对，就是开心一点啊。反正你们也没有重视我啊，所以没有关系啊。你们就喝你们的，玩你们的啊，我只是配乐，好不好？这样可以吗？好不好？不然你们掌声大声一点，我可能会唱得更好。刚刚才跟老师说，喝那些什么瑞布、什么蛮牛都没有效，掌声对我来讲才是一种兴奋剂。毕竟本人是靠这个吃饭的。好啦啦啦，好了哦。其实哎，星期五嘛，我们还是要，我该起，我唱完了，现在录。其实呢，很多人都觉得呢，我们这样的打扮啊，就接活动的时候啊，说实话都觉得啊，江明轩，可是都不能露一点胸吗？不能穿迷你裙吗？那你打电话找我干嘛？你可以叫江明轩露一点胸啊，穿迷你裙吗？你找错人了，就每个人个性不同，你知道，没有不好，可是对我知道我是女生也没有不好，可是每个人习惯不同嘛，对不对？这是我的习惯，所以请原谅我没有穿低胸穿比你去哪，对对对，我穿短裤已经是我的极限了，好吧？好啊，不要这样，不然你笑那么大声，你敢穿泳装啊？你下次你PO。他不敢，他现在还不敢。是哦。对对对对对。我在跟你呢。来呀！不然对吗？我们的身材不好，就，对，我们以歌声取胜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接下来带这首就是，对，常常有人敲我活动的时候都会讲，然后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所以啊，这首歌就献给那些厂商，希望他们以后可以叫我穿西装大领带就好。这首歌，烦。自从我看到你就每天失眠失语不止，因为我不是你习惯的那种女生，我不想讨你欢喜，又担心自己难过，等你的要求总让每个女生觉得残忍，我只要等到你就胃快抽筋心率不振，我知道我不是很做作的那种女生，我不想改变发型，也不想变换口气，只为了让你Bye.
我明天放假，大家都开心点。什么？我明天都放假，我明天要工作。哎，刚刚呢是哦，喜怒，怒啊！刚啊，还有一个怒啊！哎，不行，我两个配好，两手配好，最后一个怒。就啊，最近啊，就是不知道什么，可能那叫什么啊？哦，就是好像很多人失恋啊，都很爱跟我说。我是心灵导师吧，我就是骂他们，我很喜欢骂，因为我觉得情情爱爱总是不太好，是不是？不要把人生都放在爱情嘛，尤其是女生。我有个朋友，他刚离婚，然后呢，他一直叫我要骂他，然后我就一直骂他，骂到最后呢，他又都跟我说他听歌又会哭，然后我就觉得你很烦，就是你好像都骂不醒，我都最后不想跟他讲话。你们有没有这种朋友？有吗？对不对？对，其实很奇怪，就是可能走不出来了，就觉得呢，那时候就觉得就会像他们说，就像有一首歌叫《伤心的人别听慢歌》，然后他那时候就一直听一些什么，哦那个年代啦，唐娜啦，他跟我差不多年纪，什么女人何苦为难女人之类的，我就觉得你这样子。就是我劝他很多次，从不理他到骂他到什么，都觉得非常生气。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子？你觉得这样的人生会比较好吗？我就很生气，所以这首歌我要献给他，希望他不要听一听又哭，听一听又哭。这首歌，哦，今天的歌都好嗨哦，真的吗？我好累哦，知道没？伤心的人别听慢歌。你哭得太累了，你伤得太深了，你爱得太少了，你哭得就像是末日要来了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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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痛苦呢，把他们拿到后面去，快点。
快乐。刚刚都当作没有听到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的抒情歌哪首歌来了？好了，有听过我唱歌的吗？没有听过的，啊，你没有听过，那我那么红，太伤心了，那表示你都没有伤心，所以你就会唱听好歌、快歌好了啊。好了，不然你现在开始，你就会记得我的，好吧 ？OK， 那我的粉丝专页要按赞哦。好好，就这样，我拉到一票了。好了，刚刚是 I 嘛，好了 I， 我们要认真，要把心情收回来。也只有唯一一首情歌了，好吧？接下来呢，带这首呢，其实那时候刚刚老师还说，岁月这把刀，台语怎么讲？谁会？没有人会，岁月，算了，没关系，当我没问啊，我自言自语最厉害了啊。好了，接下来这首呢，《岁月这把刀》，谁知道谁唱的？林凡呐，你搞二十几岁就是不一样，其他都破四十都没有人告诉我。哎呀，你没有听过吗？二十出头就是不年轻人，救命救命救命啊！大家要去我的粉丝专页看一个小朋友跳，我觉得你比较像在复健。我因为你们后面的听的我们歌迷啊，其实我对歌迷很好，只要因为我唱歌他们都会来，所以只要他有任何要求，在粉丝专页跟我说，私讯跟我说，我一定就是他们要我帮忙说冲点阅率还是什么，我一定会帮忙他们。然后就一个。粉丝他参加了卓文萱，然后他也是卓文萱的粉丝，所以然后他很博爱的哈。然后他就参加了一个跳什么啾咪啾咪，对，我觉得比较像复健。我们两个跳，一定可以得到很多慈善团体来找我们老人家去复健。我们俩可以组成一个团体，我告诉你。好了，接下来到一个好拉远了，接下来这首呢，好要很认真的听我唱情歌哈。我怕你会伤心，这首歌《岁月这把刀》。Thank you.
像分别时的那首歌，爱也是什么，恨又是什么，不如就这样让它平稳。这首我很少，其实我大概100次只唱一次一首自己的歌吧，算你们今天好运。我今天选到了自己的歌啊，因为想说哎呀是哪首的，我就选了自己的歌。这首歌呢，我在5月的时候出的，然后新的单曲放了，有人听过吗？有。我不要问前面，后面的嘞。没有。诚实，我爱哪一个？对嘛，我等一下唱给你听，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听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其他的都骗人说有，其实他们都不会。对，这首歌个人觉得还不错啦，那时候我们，对啦，不，嘿，对自己播不好啊，唱给你看。这首歌江明娟的《放了》。
你曾经说我的话，我全都能记得。你害怕不爱我，却束手无策。假装忘了，过了那回忆就清晰着，不再相爱的两个人，也让拥抱失去。我的歌，好不好？棒的 ，KKBOX 还有，赶快去听一下。好，刚有人点歌，要点歌的举手。不承认，我当没有。哎呦，你点的，谁点的？你这两个字应该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同一个人点的，不是吗？泡沫谁点的？对吗？你是我的花朵，谁点的？谁点的？谁点？你是我的话，泡沫怎么唱？太新了，我要问二十几岁，你要不要上来唱？泡沫对不对？你有点难唱，我下次练习好不好？你要不是啊？我觉得我很强，你要给老师练习的机会。对，要给他们练习的机会啊，是不是？好了，你是我的花朵，其实那时候。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讲不是很愉快。我那时候表演比赛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比赛的歌根本就不是我们选的啊，有比过的人都知道。然后那时候其实我真的超难过了，你知道？歌本来就没有分好，我讲一下我心情故事啊。歌本来就没有好坏，老是摊开，你知道？结果评审麦没有关，我们那里有一个喇叭，然后那时候说就有一个老师，谁呀、啊？唱这么怂的歌？就有另外一个老师说，这首歌只有江美娟会唱啊。其实当天我真的哭到不行哎、欸，他说只有江美娟这种 level 会唱啊。后来我一个经纪人超屌，他说500的 level 是别人超越不了的、哦，你说是不是？我的经纪人是不是很强？对，其实那时候就觉得，对，好啦，也当初我就其实我那时候就觉得。歌好像自以为是，你知道？就是我们那时候，
比赛的时候啊，我黄文馨刚开始不想写台语，因为他觉得他很 low， 然后我不想选我那个年代的歌，因为我觉得我会很老。我们两个其实都很挣扎，但最后我们两个可以成功，既然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歌，就是走自己的那种风格 style 的歌才是，好像才是最好的。好了，对啦，就是后来我才慢慢的知道，觉得其实每个人，对啊，萧敬腾有一句话还蛮鼓励我，他说歌没有好坏，只有喜不喜欢。我就觉得哦，好厉害哦，就对我爱怎么唱就怎么唱。你是我的花朵是谁？哦，这个我们等一下，我等一下找另外一首伍佰的更嗨的给你们玩，好吧？你是我的花朵谁的？糖糖哦，没有吗？人没有来，好意思点歌？我帮他点的。哦，你没有，他要来，下次再唱给他听。好了，接下来带来这首《轻松快乐》，就是开心的歌嘛。啊，这个纪晓君的歌啊，哈、啊，这个要唱得好，不然有人回家会跟他讲。好，来这首歌《轻松快乐》。没听过吗？很开心的歌啊，我是原住民的，非常开心。给我一次机会哦！需要你们了、哦。不知你是否曾听过这首轻松快乐的歌？要是你还未曾听过，就让我来为你唱。如果你认为我能唱得好，就请你拍拍手，享受美好的时刻，心情多开朗。轻轻地唱，唱让你轻松快乐。轻轻地唱，唱让你轻松快乐。轻松快乐，轻松快乐。轻松快乐、哦、拍子大声一点吧。不知你是否曾听过这首轻松快乐的歌，还是你还未曾听过，就让我来为你唱。如果你认为我能唱得好，就请你拍拍手，享受美好的时刻，心情多开朗。今天中午、啊、大家有没有人？我刚又有人点歌哦，刚刚那个、哦、真的跟着感觉走，紧抓住梦的手。其实我也还蛮唱这首歌，爱情真伟大。你有什么感觉？为什么要点这些歌？讲一下、啊。直觉啊，那我直觉就没有很想唱啊。没有，啊、哦、没有没有，对啊，只是你看，我、哦、现在接下来还有很多很开心的歌啦。好吧，好不好？没有啦，这是这首歌跟着感觉走，我上上个礼拜才唱过的，你没有来哈？来，上上个礼拜没有来。好了好了，接下来呢？哇，时间怎么这么快？最后一首歌了，我刚刚说哦，我们用伍佰代替他。然后这首歌那时候在很开心的时候，就在选说开心的歌到底有什么？我说啊，我
我听了好多、哦，我还看到一个以前我唱的什么，对对对对了你，心对了你，哎呀，我就觉得天哪，我那时候唱歌怎么这么奇怪啊？就是很像酒，应该有空的话酒醉去看，我真的是酒醉唱的歌，我那天应该喝很多。接下来呢，还是一首500，500，他演唱会要开始了吗？18嘛，对对对对，就是因为他演唱会开始，我看到打广告说，500的歌好像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很嗨。我只找了一首超嗨的歌，但是真的需要你们跟我一起才有办法嗨。我一个人可能会掰咖哦，会不会、啊、前奏？老师给个前奏，他们就会了。呜，后面的，呜，最后一首了，把你的精力拿出来了。错乱爱情是你干净，我就给你。你们要有知识啊！错乱爱情是很甘蜜，我就给你哦。那天只顾我爱你，莫名是爱自己。一起唱啊！不要跟我说你没有听过。下一个呢，我们应该可以唱，大家可以继续听他唱歌，谢谢。